闽南话，不良少年应该怎样想怎样写？真假示意不良少年小混混。真假会做人不分。不良少年会学人家抽烟，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，谢谢，请点击下面，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